这是刀刀，毛毛，这是刀刀，毛毛，这是刀刀，天天。哦，对不起，刀刀呢？<笑>赶紧走吧，这天不送不送的。爱人朋友的聚会现状，暂且休息一会儿。 可开心了，这可开心坏了。明年夏天啤酒节我再来。行，对吧？丹姐学生吗？谢谢叔叔。Queen car, I'm home. 这俩乐的，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股东之一 Andy，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外援 Yumiko 姐姐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这是谁点的？我们汉美点吧。 哎呀，好难啊！我是不是不可以做的？你是不可以做的。其实你回答是工作的。如果你到一家餐厅，所有服务生都坐在这里，你怎么想？哇！我那朋友过来，让他洗吧。这个节目他是一个主讲我的节目。 就得配合一下，他说那肯定，放心好了。<笑>你穿个鞋子，那个厨房帮忙收一下呗。哎呦，<笑>这朋友能出，用生命在做家务。<笑>带我爸去那舞会上吗？他一直叫唤舞伴。你妈吃醋了吗？ 那你在后面还哭了？嗯，还不敢掉出来那眼泪还。我们去开工啊！哎哎哎，这里是几号啊？7号桌。但是是谁点的？我们汉美点吧。猪颈肉在哪儿？哎呀，好难啊！那突然来是整不明白这个。是。 哎，叔叔好！哎，好，叔叔好。到了，哎呦我天哪，夏哥！哎，起来了，哎呀妈呀！啊！你那个就可以起爆，别，好好使劲。啥虫嘞？<笑>咱这四个人灯能清清点儿？灯啊！我为啥要灯呢？<笑>洗碗了吗？洗不动了。待会儿我那朋友过来，让他洗吧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家的这个厨房有这个样子哎，所以为什么不倒掉？不是，因为我们是外面的，不是，我怎么有种感觉你们是故意留给我的嘞？哎，咱们去公园去那放风筝去。放风筝去啊？嗯，走啊！哎呀，梦寐以求的活动来了。我发现你每个活动你妈妈都特别开心啊，这小子可开心了，这可开心坏了。 你放过他吗？我没放过这么长的。这挺难，放风筝这事儿。再看风向，风向在这边。哎，起来了！哎呀妈呀！啊！挺厉害、啊。嗯。哎，正好有风，俩姐。你那个就可以起爆。别跑，使劲跑。爬虫嘞。<笑>我这太沉了。 我这个难度也太大了！向前，嘿，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哦吼，起来了，爸，爸，你拿着这个，不要，我跑太慢了。哎呦，倒了，倒了。哎呀妈！你放吧，这个，来，我来试一下这个，这个能放起来就是传统手艺人称号了。对。
你俩这放起来都得拿奖。试一下啊，来，松手了，走，走。我洗个脚。你吃饭之前洗个脚？不是啊，我洗个脚，脚太脏了，我难受。除一下，除一下。又喷啥呀？喷一下那个不满。等会儿吧，能不能歇着点啊？没事。这个纸吸床。对，吸沙发。那粘毛粘吧。没必要那么干净吧？不是啊，你粘一下嘛。就没有什么问题吧？这个真的看完之后就是很难受。洗碗了吗？洗不动了，你把厨房给炸了。那你得修啊。推荐酒，酒啊，我觉得这里最 signature 的是那杯花飞蝶舞，我会叫它那个香菜特饮，里边有香菜，对，你们吃香菜吗？我比较爱吃，真的，那你要试一下，我觉得，我吃什么都要加香菜，真的，那就香菜吧。你可以试一下这个，对，我香菜，好，啊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就是我帮你推荐的花飞蝶舞，俗称香菜特饮。哎，我妈前段时间给我买了一个话筒，看一下，有点像。哇，你妈还给你买麦哦，这么好。你有自己的麦吗？有。我也让我妈给我买一个。喂，妈。我帮你。这么突然？你在干嘛？平林他妈给他买了个麦克风。你也给我买一个呗。怎么样？哎，为什么没声音了？哎，你不要装卡哦，听得见吗？别给他买，让他自己买，都出来干那么久的活了。你让他自己买。哎，还有我出钱哦。对呀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咱们这种是关系都是那种天下第一好的那种关系，那为什么要让别人去干扰我们呢？那买一根吧，买一根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想吃点什么吗？你们可以先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哎哎哎，这里是几号啊？七号桌。七号桌。下单。哦，对了，请下单。他是 Miss Caro Negroni， 我能记得，但是是谁点的 ？Hello， 是哪位的？什么呀？这是什么酒？我们刚没点吧？还没。猪颈肉在哪儿？肉前菜。等一下。肉前菜，对，单方猪颈肉这个，对 ，OK。三个菜对吗？对。OK。哎呀，好难啊！突然来是整不明白这个。是。可以吗？我觉得那个几号桌
真的很难记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我是不是不可以做的？你是不可以做的，请你回来是工作的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到一家餐厅，所有服务生都坐在这里，你怎么想？我俩做饭去。嗯，你俩做啥呀？他做四川菜，我做那个乱炖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咱俩怎么好像那种厨王争霸？食神。我们这样就是坐着坐着还要时不时给彼此一个眼神那种。看一下你这做什么呢，然后就一个轻蔑的笑。看教程呢。嗯，不行啊，辣厨神。还得看教程。好像没有豆豉是不是？那没有咋的，差了关键道具。对呀，你我完事。阿姨，尝一下。嗯。